黄哥，我小号里有个五十级地星在演，我不要了，你直接拿个吸血鬼啥合一下吧。哎呀，我擦，我擦，差一条，兄弟们，气血加抗风加抗风，底下再多条防御，再多个法防，就差一点点了。这个，你哪怕带个格挡啊，太可惜了，两条属性都有用啊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就是，但是有些天罡地煞号，他觉得买两条属性的超级简易打个五段六段的，自己看着舒服，当玩具玩，几百块钱，三四百块钱应该有可能。又出蓝字了，又我们又来了一次机会，连续两个超级简易，第一次机会来了没有珍惜，第二次珍惜不珍惜啊？超级简易，抗风加法防，两条属性都有用，我他妈凑够了一套两条的啊！两个属性，六十九级超级简易右边有四个值钱的，抗风、法防、气血防御啊，两个都缺一条。你妈的，差点买奥迪啊！现在买雅迪，雅迪还得是二手的，全新的不够。